等一下，哎呀，马上开始，马上开始啊！等一下，我插一下电。对对对，我刚刚呢跟 Kenny 聊了很久啊，我刚刚跟他说呢，我说我们开始了，开始了啊，对，有意思，这一期我们要讲一讲 Kenny 洛杉矶 Kenny 在美国，他来美国四五年，在美国经历了真实的这种灰色地带。那这许多的华人都没有接触过，就是没有这个业务，没有接触过这个业务。像你都是什么都干过的，对不对？鸡窝，首先一来美国就下了鸡窝，对，就受到那个小姐的照顾，你就说你对这个小姐有什么看法、评价？很多小姐都是非常友好的，因为他们也会给我小费，知道每次下班之后啊，他们会给我小费。就有一些小姐嘛，还支持民主自由的。我的天！对啊，他们也是，虽然说他们的那个爱情观可能被扭曲了，不过其他的那些观点还是比较正常的。对对对对。对，而且很多小就有一部分的小姐呢，他们也是有家庭的，有小孩什么的，就是有老公，有老公，对，就偷偷的那个出来去做那个少妇。哦，这小姐各种情况都有，不光光年轻的，对的有家庭的也有啊。对，那然后那你觉得这小姐里面就是他们都是为什么就不叫？当然，他们都是为了钱啊，这很简单。那他们生活又有各种什么不同呢？有的人，比如说最初为什么决定当小姐？这个其实我没问过他们，因为这也属于他们的私隐，我也不好意思去问。就是很多呢，就是为了钱懒呗，对对对，就是懒得去打工了，知道吧？哦，很多。那能挣多少钱呢？他们的小姐，之前我在沙卡面头的时候，他们一个月可以挣几万美金，一个月几万，几万，大概三万以上，对，三万以上，好的话五六万美金一个月，不会吧？纯现金，纯现金，全部是现金，这么高收入。对啊，他们是高收入人群啊，一个月挣这么多，把人家一年都给挣了。对啊，所以说他们很自由的。首先，在中国的人的眼里的，就是妓女是一个非常受人约束的一个职业，就是有拉皮条的，拉皮条就是她男朋友，然后要管着她，什么都管着她。其实，在美国。非常自由，就是你在里面的拉皮条做饭服务的不好了，就做饭不好吃了，他马上就走，或者这个店里面呢生意不好了，他马上就走，就叫一个 Uber 或者叫一个司机直接走。哦，他就去下一个鸡窝，相当于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拉皮条的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小姐。然后做饭好吃。而且一般年龄多大？年龄多大？一般有20岁的，有19岁的，有25岁，反正19岁到35岁不等，36岁也有。也就是说，主要就是20到30的主要。对，主要到20到30的。明白了，都是哪里人呢？就你接触了这么多，都是哪里人？有 ABC， 有日本人、韩国人、韩国裔、日本裔、俄罗斯、白人，就没有黑人。就基本就全有，除了黑人没有。大部分都是中国人、大陆人、台湾人也有。大部分都是大陆。对，大部分都是大陆。那他们是怎么挣到一个月挣个30万呢？他搞一次挣多少钱？像漂亮一点的，
一天可以，不是一个客人可以挣100块钱，然后一天来20几个客人，就2000多块钱一天。你说呢？一个月可以挣多少？2000多一天。10天2万多，20，真是5万呐、啊，挣对这么，呀，对呀，那他这一天20多个男人，他一个男人多长时间？漂亮的很快就10分钟，5分钟就搞定。不会吧？对呀，那挣钱也太容易了。他们是挣钱非常容易的。就直接10分钟、5分钟搞定就射了，或者有的可能他妈一看这么漂亮，2分钟都不到就射了，射了就拿钱了。对呀，对呀，2分钟、1分钟，只要脱裤子就射的，我也见过，一脱就射。操！真的啊？对于这个美女啊，女性的想法，我真的是因为我从小就接触女性，从啊！小就我很多，就是我的女性朋友多于男性朋友，知道吧？我非常奇怪，我这个人。不过我没有女朋友，不，就是想一非下啊，常奇怪。那你说这个女的，她是都是按照次来算钱吗？那没有那个按天的吗？直接找一个大款包了。有啊，有啊，他们去就是去大城市可以，他们叫做这种叫做钓鱼，他们就是钓一个大鱼的话就有，1、2千美金这样子。哦，这样，哦，这我懂了。对啊，就是他们就装纯嘛，就装学生啊什么的。明白，看来这个，看我这视频还是有知识的，各位财主一定要看穿了、啊。看穿了，而且他们会故意的做高自己的身价，知道吧？或啊 嗯。者他们去纽约去当一个平面模特，他们花钱当的，不是他们是收入，他们花钱当一天平面模特，在纽约广场登自己的广照告片，啊，照不是片。广告，照片就是我是模特什么的，然后他照下来，然后他说，哎。我以前在纽约当过模特啊什么的，所以说他身价就提高了。包装，对，包装一下。明所以白。说这套那路你很说这多。大陆人呢、啊？这里面你接触的大部分是大陆人吧？就是那他们在中美国都是干什么职业？除了这个小姐，比如有没有留学生干这个的？有留学生干这个的。之前我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，他告诉我，就是他。我朋友的朋友，他是一个留学生，他可能说打工太辛苦了，就不想打工了，要去当小姐了。这个也有，不过他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当这种职业的，因哦，为他们接2、3个客人之后就接不动了，就可能就太痛吧，然后对，就因为他们也没有干过这个，没有这个工对。作经验，然后就不做了，对，对，就做不动了，可因为能这没，职业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对，的，他没有工作经验，没有工对作呀，经验。对这个呀，也很重要，这就跟要饭的呢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去要饭的，这没点对，技术含量没法要到饭。这也要看人呐，看人，那你说这里面的小姐是不是普遍都很漂亮？普遍都很漂亮。普都遍很都很漂亮，很漂亮，个个都几乎都很漂亮。不个漂个。亮的话，不漂亮的话都没人去找她的，也有不漂亮的，不过是少数，大部分都是很漂亮那种。很漂亮的，那你觉对，得从1到10分，1分到10分，一般都是几分呢？8分9分。5分以上吧，6分以上，五六啊，分以上。6分以上。高到9分，9.5分。哦，我靠，那看来这含金量还真的是很高，很高。真的是很高。这些人在中国大陆一般都是哪里人呢？
我遇到一个江苏的，不，江苏的非常多，因真为他的，我老们，家那边。对呀，那边非常多美女啊，因为自古江苏出美女嘛，江南，对，苏锡常，非常。我江苏也是属于我老家那边，也真的是出人才了，我这。还有，对，还有四川，也是，哦，真的非常非常漂亮，非常美，就是美若天仙那种。这甘蔗行如竞争太激烈，那丑的就根本做不下去，对不对？丑的，有一些眼光独特的就去找他，哦，因为对。有些男的吧，就是专门去找一般的，因为他干过太多漂亮的，就不没没有兴趣，知道吧？我的天，我还有这种，也有这种，还有这种的，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哎，他们一般都是一单挣100块。一般的话一单挣80块钱，80，漂亮的话一单挣100块到150不等，100到150不等对，啊。那对外卖的话，嫖客要付的话，可能要多付30-50万。多付40、40-50吧，对。哦，明白，相当于40块是给了个鸡窝抽成呢。对，因为鸡窝它是提供这个地方给你而已。那不得了，那这鸡窝这个老板雇2个小姐就已经，这家伙这月收入已经过万了，2万多了。对啊，一个月收入大概也有1万块钱吧，几千块钱吧。明白了。那你说这里面小姐还有日本人、韩国人、台湾人，还有白人，他们都是什么情况？就做呗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没跟他们沟通。就是我做我的饭嘛，他们想干嘛干嘛。他们干他们的事情，各对，干我做我各的饭，我在看电视，我也不管他们。那明对。白了。那小姐有没有跟你进行思想沟通啊？沟通说什么？她就是随她呢，对什么人喜欢什么男人呢？或者她是怎么走上这条道了？就肯定是会闲聊嘛。有，怎么样走向这条道的，一般都不会聊，一不会。般他们都会说喜欢什么男人。喜欢什么男人？说，小姐。有一天有一个小姐的男朋友还过来找她，因为她知道她是做这个的，她男朋友也不管，可能也是单纯的，不爱了，就是想跟她肉体的接触吧。他不管他是做什么的，明白了。对，所以那说小姐这这个情感生活也是复杂的吧？非常复杂。他们的情感生活根本没有什么情感，就是他们的灵魂吧，已经被玷污了。因为她这天天一天跟多20几个男人做爱。那肯定对。不正常，不正常了，他的灵魂已经被玷污了。那肯定不正常。你想，一天20几个，我操，对一呀，个月工作20天就是400个男人，一对呀，年4000个男人，我操，那我他那未来她要结婚老公的话，那肯定不行的。首先我遇到一个江苏的女子，她是非常漂亮，真的是江苏哪里的？每个男人都爱上他的那种，哦，江苏苏州吧，好像那肯定，那苏州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明白了。那时候他说："哎，做完这次我不做了，我去开店当老板什么的。"然后之后还是逃不了这一行，因为他做习惯这一行了，他离不开这一行，因为这行来钱太快了。来钱太快了。对，而且他多大了？他又这么年轻。对，应该和我差不多吧，25岁左右吧。哦，那也做不了这一行，他也做不长了，最多再做个2、3年吧。也不一定啊，那些小姐会去整容的，整得年轻漂亮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也不容易，也不可容以易。做到35岁以后吧，36。
都也可不以。容易，这行也不容易，这行，这真对的，呀、啊。哎呦我的天！所以说哎，那这他们些，怎么防止性病呢？跟这么多男人上床，性病怎么防止啊？戴安全套啊，全部要戴安全套。全部都要来，全部都要来，不戴不行的。那问题是，他这个性病呢，他不一定，就是说戴安全套可能也不管用啊，他不担心得性病嘛？不会得的，不会得的，戴安全套不会得的。他可能该打的药都已经打了，就那种没有，不会得的，戴上就不会得。哦，对，明白了。有没有过警察进来抓人呢？我听一个小姐听说她之前被抓过一次。说到这一点呢，刚才有没有聊这个话题啊？没有没有，没有。就是我听说一个小姐，她在纽约的时候被抓过一次，然后嫖客呢就放了，然后就抓小姐回去因为她嫖娼不是犯法，是违法行为，就罚她7天的社区服务，就是扫大街啊之类，捡垃圾之类的，捡哦。7天，然后就没事了，就放了也。不问他什么身份什么的，他钱也还给他，还给小姐了，他不没收他的钱，直接还给他，因为那时候那个警察问他这钱是拿来干什么的，他说是拿来开餐馆的，然后就可能这个警察看他挣钱这么辛苦吧，也不怎么样，就把钱还给他，这样子，哦，对这样啊。然后嫖客就放了，放了，对，这嫖客都是哪里人呢？哪里都有，全世界？一般都是亚洲人居多，那白肯人的定。话，老外他们不接，就是全部是亚洲人，哦，全部，对。可能他也害怕那个。就是搞不好里面可能会走漏风声，警察也进来，因为他们肯定也发不信是，息都用汉字吧。不是不是，因为第一是害怕接到黑人的话抢劫，第二呢，哦，我操！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真的很重要，因为里面全是现金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第二呢，为什么不接白人呢？白人。